我想同香港所有市民一樣，聽到香港單車健兒李慧詩在倫敦奧運為香港贏到今屆奧運的第一面獎牌，我本人都感到十分興奮，因為我本人和特區政府都非常重視香港的體育事業，因此是非常重視我們的體育健兒。落去呢，我會履行我政綱裏面的承諾，我們會大力支持香港體育事業和香港體育健兒的發展。我希望呢，衷心希望我們的香港的體育健兒呢，在今屆的奧運剩餘下來的項目當中呢，能夠為他們自己、為香港取得更加好的成績。